就是指的收入高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好。你怎么你很恨收入高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老你感觉你仇富啊？也不是说仇富吧，只是说每个人都有这种思想，对不对？什么思？谁希望别人就是谁希望别人对自己就是谁希望谁工资高呢？对不对？哎，老弟，你怎么喝上冰红茶了？不是，不是啊、你不是你等一下啊，你稍等。这个东西涨价了，你还敢喝？我去，不是你稍等啊。别人工资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仇富吗？对不对？你个人肯定有钱呀，对不对？不是别人工资高，对吧？那别人有能力有本事，他工资高有什么问题吗？肯定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问题？嘿，不是别人，人家收入高，人家有能力有本事，只要是合法挣的钱。那我说实话，我不眼红，人家比我强嘛。这就是你支持私有化的证据了，哥们儿，这就是你支持私有化的证据。那本来就是啊，这个话有什么不敢讲的？人家能力比我强，挣的比我多，那我认为只要是合法挣的，理所应当啊，对吧？那否则大家拼搏什么呢？如果人不按照能力来分别挣的多少，那就大家就不拼搏了，拼搏没有意义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嗯。啊？所以说，你们直播间就有些人就喜欢从思想上，就对，就可能，哎，我也不想说什么了，就感觉攻击你就感觉没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就是我觉得你很搞笑啊。他能力，人家能力比你强，对吧？也比我强。他多挣点有问题吗？嗯，你能不能完整的描述一下你的观点啊？你总是喊口号，你总是说一句话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另外，你说我喝冰红茶，他冰红茶它涨价了，我不太清楚啊。这你怎么会关注他有没有涨价？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确实不知道他涨价了，他涨了多少吗？它涨多少啊？它大瓶的不是涨到5块了吗？原来不是4块。那这我不清楚，你经常喝吗？喝的很少，只知道它涨价。哦，我确实不太清楚啊。对，偏涨。对，就是我没有关注这个问题，它有没有涨价，我不太关注这个问题。嗯、OK， 那你应该是经常喝啊，否则你怎么知道它涨价了呢？嗯。经常看一些视频什么的，你也应该能知道吧？我没看过这种视频，没有看到过 啊。嗯，行了，哥们儿，我跟你聊不下去了。你就是你无法描述自己的观点，你的反应要么是喊口号，嗯、要么是嗯啊，就是我跟你聊不下去了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再见。好，你骂死了，啊、好，哎，别骂人啊！你骂死了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！你骂死了啊！你骂死了，不是你这样就没……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我好好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没有攻击你，你怎么到最后你跟人骂人呢？这素质太低了！我已经很尊重你，让你表达观点了。对吧？我也没有急没有躁的，这到最后就是骂人。你说这种人，这太可恨了，这都是这种人。你怎么能攻击呢？得互相尊重啊！我没有说不让他讲话吧？是不是给了充裕的时间？他自己表达不出来，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要么是喊口号，要么是嗯啊，然后到最后就是骂人。下一个，我的妈呀！下一个啊，来，有任何不同观点，点左下角的 PK， 输入我的名字就可以 PK 了啊。下一个啊，灵府安之李总说，
最后对面最后偏破防了，对，这是偏破防啊，偏破防了，一点没毛病啊，一点没毛病啊。好，下一个啊，来读个 SC 啊，诚实的二师兄说难为胡子了啊，这个后面这个没法读啊，感谢二师兄啊，感谢二师兄，感谢二师兄的理解啊，太感谢了二师兄总啊，怎么讲呢啊，哎呀，这个说实话，做主播也不容易啊，真是不容易，这个面对这个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网友，这个也是有苦难言呐，有苦难言，感谢啊，感谢，苦难言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来接着 PK 啊，接着 PK，来有任何不同的观点，来自己开直播，点左下角的 PK，输入我的名字，咱们就可以 PK 了啊，输入我的名字，咱们就可以 PK 了啊，好，哎呀。我是，反正我是最后没想到他会骂我的啊，我是没想到的。